Abend haben wir das.哎呀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要离你远一点，你听见没？你在里面，你在里面乖乖的听话啊，你不要哭，听见没？这里还是很火热的。每天只给两个小时时间出来采购，这他妈的！我没有身份证。你没有身份证就不是合法的工作。哦，啥子身份证？我还出门就随便带出身份证了吗？啊？你等一下。我上厕所去了。我手手指着你，手指着。我们小区着了，好严重。